十一月不能错过的十部 Netflix 影集与电影。十一月的 Netflix 新上架片单依旧精彩，多部人气影集推出新一季内容，更有许多回忆杀的影视作品改编。推荐一《人生百事达》影集，十一月三日上线。I'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the seventh grade. 百事达成为全美最后一家分店，谜允是否能挽回局面呢？ This is so fun. 推荐二《闪耀国度》影集，十一月四日上线。超现实爱情故事影集，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时尚与热情的梦想奋斗记，看他们是如何过着热情闪耀的千禧年生活。一键三运航班第四季影集，十一月四上线。一运航班终于要迎接第四季完结篇。剧情描述2013年一班由牙买加飞往纽约的828号班机，因为途中乱流，没想到他们降落纽约后却发现时间已是2018年。推荐四《天才少女福尔摩斯二》影集，十一月四上线。 Brother, will I have not a single case? 致命阴谋的火苗已经燃起，艾诺拉必须适时向好友及神探夏洛克本人求助，一步步拆解谜团，新的冒险已经揭开序幕。推荐五《王冠》第五季影集，十一月九上线。新时代已然到来，1990年代的英国王室家族面临史上最艰巨的挑战，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离婚，君主政体因而陷入宪政危机。And the world will move on, and we'll be left with nothing. 推荐六，够黑了吗？黑人电影《平权路》影集，十一月十一上线。带领观众深入认识影史早期黑人的身影。The style.以及见证以身为黑人为荣的文化影响力。推荐七，全员逃走中实境节目，十一月十五上线。终极鬼抓人生存竞赛实境节目，参赛者必须竭尽全力逃过猎人的追捕，才有机会抱走巨额奖励。一场混乱又精彩的鬼抓人大战即将展开。史上最大スケールの逃走中が幕を開ける。絶対残ったろ。推荐八，一八九九影集，十一月十七上线。一场充满视觉响应的浩瀚长征，然而在这里，眼见不一定为凭。You're not asking all the right questions to wake up.推荐九，星期三影集，十一月二十三上线。阿达一族的粉丝们看过来，星期三结合推理，看超自然元素。Not just because it's school. 描述星期三阿达在永丰学院的校园生活。Hidden libraries. A homicidal monster. What other surprises are in store? 并解开父母于25年前卷入的超自然谜团。I won't stop until I find the truth. 推荐十，《First Love 初恋》影集，十一月二十四上线。重温当年与多田光带给您的感动。You were always gone.